我觉得男生应该是喜欢女生长发，然后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喜欢马尾吧，因为呢，我觉得马尾的女生通常都看起来比较亲和，然后就觉得好像比较容易靠近，然后他们应该会先用这个方式去认识那个女生。可是我觉得当女生在跟男生约会的时候，或者当女生想要吸引男生的时候，我觉得女生会比较，会把头发放下来，然后都是直直的，就会感觉比较甜美一些些，想要让男生看到她比较温柔的一面。嗯，我想我也会这样。